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感遇四首之二》，张九龄。第一，南阳春未暝，桂花秋交加，翩翩初相依呀，祝你为干家。水滴连山家，闻风坐香云。初望幽关山，何求美人家？1.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